请预备心敬拜上帝，敬请将手机关闭。敬拜中也请不要拍照，礼拜中也不需要全程站立，可依个人的状况调整。你们也要像活的石头，用来建造属灵的圣殿。你们是蒙拣选的族类，是王家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上帝的子民。上帝选召你们离开黑暗，进入他辉煌的光明，来宣扬他奇妙的作为。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以恭敬的心，请站起来吟唱兴盛诗270首。
请我们仍然站立，以使徒信经来告白我们的信仰。请我们恭敬等候。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拉达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赦名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请坐，我们一起同心祷告。请坐，我们一起同心祷告。主耶稣啊，我们赞美你，在你那里有生命的源头，在你的光照中我们得见光明，我们在你的面前宣告，即使世局动荡，洪水泛滥，耶和华神仍然坐着为王，仍在掌权。我们要全心赞美你，你是耶和华撒龙赐平安的神，并将撒旦践踏在我们的脚下。哈利路亚！求主的光照在武汉肺炎的地方，胜过一切黑暗势力的拦阻，让每一个肺炎疫情的地方要经历上帝荣耀的恩典。特别为中国疫区的教会与基督徒祷告，求主在他们的里面有神的平安，并让这平安能成为他人的祝福。求主的光照在台湾政府与防疫人员，使他们能够有智慧做决策，带领我们全体国民共体时间，配合政令并做好个人的健康管理。同时，我们也为自己、我们的教会、南园教会、伦上教会祷告。主啊，求你的光照我们，让我们能够远离罪恶，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同心合一的祷告。在这个当中，有软弱的、病痛的、失去亲人的、生活困难的，或者是福音的事工受到阻碍的，主啊，因你的光照，让我们可以离开黑暗，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我们再次将和平2月16号会员合会仰望在主的手中，愿上主召聚众兄姐一起来关心建造上主的教会。我们在这里同心敬拜，求你赐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叫我们都能明白你的旨意，透过陈光胜牧师传讲的信息，将你的话写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行仁慈做善功来荣耀你。我们如此恭敬的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起义在《生命记》第6章，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留心听，这样你们就会照上主我们祖先的上帝所应许的，以色列人啊，你们要留心听，上主是我们的上帝，唯有他是上主。你要全心全情全力爱上主你们的上帝。今日我向
们颁布的诫命，你们要放在心里，并且教导你们的儿女，无论在家或出外，休息或工作，都要不断遵行这诫命。你们要把这诫命系在手上，戴在额上，写在家里的门框和大门上。献诗：新耶路撒冷。感谢主，真的很感谢主，上帝是与我们同在的。我们现在一起来聆听上帝的话语，记载在马可福音
十二章二十九节到三十节。耶和华回答：第一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今天主日的信息，由陈光胜牧师为我们带来的是：第一要紧的是什么？我们一起来祷告。在社群网络里，我们都可以看到人们对于疫情与口罩的各种讨论，甚至因为这样衍生出最近卫生纸之乱。在大家对于环境恐慌的焦虑终于有一点慢慢降低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有许多人又发起的一个运动，譬如我会把口罩留给第一线人员等等。是的，当生活中的困境真真切切地影响到我们的生命，我们身为基督徒，在这些议题中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回应呢？最近看到兄姐在流传一篇文章，提到英国伊姆村的故事，内容提到十七世纪中期欧洲爆发千万人死亡的大瘟疫，虽然从伦敦开始扩散，但英国的北部反而受到一个比较小的影响，原因在英国中部德比郡山谷中的伊姆村，这些当时在此地居住的居民所做的决定有关，或者可以这么说，他们的决定程度上阻挡瘟疫继续扩散。伊姆村很小，居民主要来自中世纪英格兰开采铅矿的矿工，由于铅矿的储量足够供应南北所需，英格兰政府就把连接南北的交通补给点设在了伊姆村，成为英国南北商人的必经之路，村民也得以受惠过上优越的生活。然而从一名伦敦出发的布料商人开始，他将瘟疫带进了伊姆村，与布料商人接触的裁缝一家四口，两天后发烧昏迷，皮肤溃烂死亡。随着医生跟探望者离开这个家庭，村民们也开始出现了高烧的症状。此后，几百公里外伦敦才传来黑死病的消息。本来为了躲避这场瘟疫，村民们决定往北迁移。不过村里面的牧师威廉蒙佩森，他却把村民召集在教堂里面商议，他们讨论如果往北边撤离，肯定会把瘟疫带到北方，如果留在村里，或许可以阻止瘟疫波及剩下大半的英国。经过简单的讨论，村民们做了痛苦的决定，留下来阻止瘟疫通过伊姆村蔓延到北方。通过决议，宁死不走的村民先把通往北方的道路封锁，留下几个身强力壮的男子在路边阻止行人，其余的人将自己关在有水井的笼子或围墙里，确认感染者再将他移到酒窖或地下室当中，如果没有感染了，确认痊愈的才能出来。
当然，很可惜的，没有人能够从地下室或酒窖出来，因为当时缺乏抗生素跟医疗水平，感染瘟疫几乎无法存活。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村民被确认染上黑死病，村子里看到越来越多的墓碑，到最后几乎整个村子都是。之所以只有墓碑，是因为被感染的尸体只能集中深埋，留下墓碑只是为了写几句告诫后面活下去的人。村民自愿隔离400天以后，瘟疫才随着感染者的死而消失。虽然原先350人中有260个人丧生，但是也保护了英国北方不受瘟疫的攻击。在平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谈论信仰，我们可以勤读圣经，但是在生活遭受重大事故的时候，我们如何回应，成为我们身为基督徒十分重要的指标。耶稣说，凭着人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信仰果子的养成真的是对我们极重要的课程。今天的经文给我们一个信仰道路的方向。马可福音的记录中，在今天的经文之前铺陈了3段事件，更让我们清楚明白什么才是生命中第一要紧的事情。第一段经文提到关于强占葡萄园的比喻，耶稣被挑战身份的事件之后，耶稣说了一个故事。他说，有人栽了一个葡萄园，周围圈上篱笆，挖了一个压酒池，盖了一座楼，租给园户，就往国外去了。到了时候，打发一个仆人到园户那里，要从园户收葡萄园的果子。园户拿住他，打了他，叫他空手回去。再打发一个仆人到他们那里，他们打伤他的头，并且凌辱他。又打发一个仆人去，他们就杀了他。后又打发好些仆人去，有被他们打的，有被他们杀的。园主还有一位是他的爱子，末后又打发他去，意思说，他们便尊敬我的儿子。不料那些园户彼此说，这是承受产业的，来吧，我们杀了他，产业就归我们了。于是拿住他，杀了他，把他丢到园外。这样葡萄园的主人要怎么办呢？他要来除灭那些园户，将葡萄园转给别人。这个故事中，耶稣表明，本来一无所有的园户，因为代管园主的葡萄园看起来好像拥有了这个葡萄园，心中不舍而不想归还。园户为了继续持有葡萄园，不但伤害了园主所派来的仆人，甚至杀了园主的儿子。故事明显地在指出，上帝的葡萄园被宗教人士占有，这些人甚至以上帝的名义招财敛利。纵使上帝差派众先知提醒，他们也不悔改。不过这样的场景更进一步地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又何尝不是上帝恩典的赏赐呢？事实上，当我们以为自己所拥有的资产与福气是自己努力所拥有的，完全忘记了我们的付出是建构在上帝恩典的葡萄园中，我们就很容易陷入夺取上帝葡萄园的错误当中。接着第二段故事，马可福音记载着，他们来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知道你是诚实的，什么人你都不寻情面，因为你不看人的外貌，乃是诚诚实实传神的道。那纳税给凯撒可不可以？我们该不该纳？耶稣知道他们的假意，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试探我？拿一个银钱来给我看。他们就拿了来。耶稣说，这像和号是谁的？他们说，是凯撒的。耶稣说，凯撒的物当归凯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
人们来到耶稣的面前，询问着生活中的常态，以质疑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有理。我们都知道，纳税给谁这个问题当中，犹太人正是把自己生命的困境抛给了耶稣。对于犹太群体而言，属于上帝的信仰群体本该拥有自己独立的主权，但是因为时局的缘故，臣服于凯撒王朝之下。这个时候纳税是不得不然的行动。不过若有人回答不该臣服凯撒，这是明确的叛乱，却若是回答当纳税给凯撒，又是对上帝主权的不忠。一个强调上帝主权的教师，面对这极致两难的问题，就像是今天在台湾这片土地上问我们都是中国人吗这个问题一样。犹太人中的革命派一定会表示我们要争取上帝的主权，而犹太人中政治派又会表示何必跟现实过不去。耶稣跳脱这个问题的思维，耶稣要人们重新思考，我们是为了什么原因问这个问题的？是因为对上帝的信，还是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如果是因为对上帝的信，我们其实很明白答案是什么。但是若是因为对自身身份认同的不确定性，那么我们怎么样也找不到答案的。譬如守安息日是指一整天都不用工作吗？十一奉献指的是固定薪水还是所有收入？除了金钱，一般的馈赠物品也算是十一奉献的必要思考的东西吗？简单的说，耶稣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好像就是一句该怎么样做就怎么样做，这样子模拟两可的答案。但是这个答案更深切的是在提醒我们，我们会陷入这个问题的困境，是不是因为我们的确有一点不确定自己到底在信什么？马可福音接下来对话更是精彩。圣经记载着，人们跑来问说：夫子，摩西为我们写着说，人若死了，撇下妻子，没有孩子，他兄弟当娶他的妻，为哥哥生子立后。弟兄七人，第一个娶了妻，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二个娶了他，也死了，没有留下孩子；第三个也是这样，到第七，那七个人都没有留下孩子。末了，那妇人也死了。当复活的时候，他是哪一个的妻子呢？因为他们七个都娶过他。耶稣说：你们所以错了，岂不是因为不明白圣经，不晓得神的大能吗？人从死里复活，不娶也不嫁，乃像天上的使者一样。论到死人复活，你们没有念过摩西的书荆棘篇上所载的吗？神对摩西说：我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神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这听起来是一段非常精彩的神学对话，这些内容对于平常人来说根本没有生活的急迫性，毕竟还没有死亡，这样问题只存在论述是否合理，却不一定反映出真实的情况。我们都知道，我们每个人对于事物的理解总存在于自己的主见，超过自己所能理解的部分，我们很容易听不懂也无法理解。譬如有一个报道提到，北海道因为太冷，许多人一生几乎都没有看过蟑螂。当记者拿着蟑螂给北海道的学生观察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非常热切的看着，然后一边看着一边说：哇，好感动。许多人听到这则新闻的反应却是：这是真的吗？怎么可能会有人没有看过蟑螂？蟑螂的适应性很高。哎，既然我们对于无法理解没有概念的东西很难有更深的讨论，耶稣清楚地指出，对于死后世界的理解，
我们能知道的真的很有限。不过上帝是活人的上帝，我们不该在更实际的生活中明白上帝的旨意并实践吗？这里并不是说神学的讨论不重要，对于模糊概念的探讨没有价值，但是耶稣更清楚地指出，如果我们无法在已知事物上遵循上帝的法则，那过多形而上的讨论并无法帮助我们更亲近上帝。而接下来就进到今天的经文的主题。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辩论，晓得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个是第一要紧的呢？耶稣回答，第一要紧的就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次就是要爱人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了。从提醒人们常常占有恩典而不自知，接着讨论到人们需要确认信仰的核心，然后论到不该陷入漫无目的的神学讨论，马可福音借由一个文士的发问，让耶稣来总结这个重要的讨论，那就是我们生命中第一要紧的事，便是以上帝为我们生命的重心。我们知道自己的所有来自上帝，我们便不会不知感恩与分享。我们知道思考的中心是上帝，我们便不会陷入圣俗二元的讨论中，而找不到形式的界限。我们明白遵行上帝的旨意必然经历上帝恩典的带领，我们便不至于过分拘泥于还未探索清楚的立场之争。这并不简单，但是当我们以上帝为我们所有思考的中心，许多问题便不再是问题。简单的说，我们的生命可以有两种思维方向，一个是以上帝并上帝创造为主，一个是以我个人的生存为主。当我们以上帝并上帝创造为主来思考，我们会明白我们所有皆来自于上帝，上帝赋予我们生命，让我们与他同工。我们会开始认识上帝创造我们是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的长处，什么样的特点，在什么样的环境生存，自身的限制是什么，拥有什么资源。如此我们又该如何运用来回应上帝，成为众人的祝福。在这样的情境中，我们会因为连结于上帝不害怕失败，我们也会因为连结于上帝更清楚所走的每一步都带来祝福。我们会更因为连结于上帝，在无力的时候大力的依靠他，与他摔跤，因为我们知道没有上帝，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徒劳无益。反之，若我们不以上帝为我们生命的核心，我们会担心我们的孩子未来是否有工作，未来是否能够养活自己，世界的法则中是否输人一等，在付出的经验中我们是不是会吃亏。接着我们会谈圣经，我们用高言大志的方式来显示自己的博学，甚至我们可能会以圣经的标准来衡量别人，看看谁能在圣经的法则中成为完全人。当我们以自己的生命为核心，我们很容易追求财富的累积，甚至属灵表现的高低。我们失去了与上帝的关系，我们只为了我们自身的好处，拥有了一个可以操弄的信仰。而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取决于我们的决定。当我们愿意选择上帝，我们的生命便有了根本上的不同。这样的不同会带来我们生命许多行动上的差异。有些人是属于比较积极主动的，他们愿意无时无刻与人分享福音。曾经听过一个传道人这样分享，有一次他搭乘一台计程车，这台计程车上面挂满了各式的符咒，还有前面仪表板上面站满了各式的神明。他心里想着，哇，好可怕，然后又另外想到，哦，这个人是不是心里非常无助啊，他怎么会摆成这副德性呢？
在搭乘的过程中，这个传道人心里虽然觉得有点可怕，但是他却鼓起了勇气问了司机一个问题，说你很不平安哦，也因此开启了他们信仰的对话。最后在这个传道人下车的时候，甚至还能为这个司机做一个祝福的祷告。身边这种以述说信仰真理来传递福音的人真的很多，这些人不害怕被拒绝，甚至忙碌的工作之余依然会找时间与人分享信仰，分享福音。对他们来说，上帝的恩典实在美好，这个世界还有许多人不认识上帝，如果可以的话，他们愿意更多的为主传扬。当然也不是每个人都能这么做，积极传福音这种类型的时候，人有时候会受到一些人的挑战。人们会问，这样把福音当保险、当直销的传扬方式，会不会吓跑更多人，让更多人对信仰反感呢？我相信这群人都是因为生命充满上帝满满的恩典，愿意主动分享给人的人。我们无法确认每个人认识上帝的经验如何，但这群人带来福音的果效常常是很大的。然而或许不是每一个人都能积极主动地借由言语与人分享信仰的美好，但是在自己的生活中，因为实践上帝话语的教导，从生命散发美好气息，却是普遍基督徒可以做到的。保罗曾经提到，我们将自己的身体当作活祭。曾经有学者这样分享，所谓的祭品，它要能发出馨香之气，那是要透过焚烧的。在这样焚烧的过程，对我们来说绝对不是一个容易的生命经验，甚至有时候是痛苦的，但是却经由这样的过程，我们能够发出献给上帝的馨香之气，也传到地极，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不是信徒，我们是耶稣的门徒。既然成为门徒，我们的言行举止与我们一心想念的都是基督的样式，上帝的话语。我们的行动、我们的方向都必然跟随大牧者耶稣。在职场里、生活中，不知道我们是害怕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还是我们是欢喜高兴的让别人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呢？有人认为信仰归信仰，生活归生活，这样的说法从圣经的角度来看是不合宜的。就像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英亩村，大家因着信仰做出了一个痛苦的决定，但是这样的决定却带来许多人的祝福。信仰若是没能反映在生活上面，就失去了价值。当我们说我们愿意尊上帝为大，却无法实践在生活当中，甚至成为众人的祝福，这是很可惜的。有姐妹在乐活读经的分享里面，她就分享了十分的美好。她说，我们的言行就是活见证，因为圣灵的同在必产生极大的影响力，他在我们的前头行，就一定不会出错。所以跟随与顺服就是平安的源头与祝福的实据。我想这样的分享是十分美好的，而当我们越来越倚靠上帝，愿意自己的生命与上帝同工，能成为众人的祝福，我们必然也会发现我们所在之地还有许多的问题需要大家一起来面对。我们信教会是上帝子民的团契，蒙召来宣扬耶稣基督的拯救，做和解的使者，是普世的，且根植于本地，认同所有的住民，通过爱与受苦而成为盼望的记号。当我们一起在念诵这样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地知道，这也是我们今天在这世上的职分与角色。我们无法只在教会里面彼此相爱，因为上帝创造的不是只有教会，而是整个世界。当我们知道上帝使人有份于他的创造，负责任与他一起管理世界，我们就会发现许多时候教会必须在公义的议题上发声。有人会认为你的公义不一定是我的公义，
当我们谈论公义的时候，很容易陷入自以为义的处境中。但是为公义发声，指的是让许多隐而未现的事情能被公开甚至讨论。没有谁能决定什么是公义，但是当隐而未现的事情被提出来被讨论，则人们将会看见上帝行动的彰显。武汉肺炎疫情消息的起头，便是八名大陆医师基于良知对社会的发声。最近大家谈到其中一位基督徒医师的过世，我们更能明白，一个以上帝为念基督的门徒，常常需要摆上代价来为公义发声。最后，我以两篇文章做分享的总结。第一篇文章，这个卢俊英牧师2月20号、23号会来我们教会带领培灵会。他所分享的内容，非常的棒。等一下我会讲，但是在这个地方，我想先鼓励各位弟兄姐妹，请你特别把2月22号跟23号这两天的时间空下来，愿意我们一起透过卢牧师的分享，激励我们对上帝更深的追求。卢牧师在有人问到福音实在很难传的时候，他这样子分享，他说，谈信仰既然是从分享开始，可是每个人对美好事物的看法都不一样，因此当你跟亲朋好友在说创造上帝真正好的时候，有的人并不认同，因为他既看不见也摸不着上帝，甚至有不少人认为多个上帝也好，反正多信一个有利益，这又何妨？创造万物的上帝确实是爱的上帝，他会赦免那些认罪悔改的人，并且会使信耶稣的人得到永恒的生命，这是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我们相信，别人不信，这不稀奇也不奇怪。如果我们一讲别人都信了，这样就不会轮到我们再接再厉的要将福音传开来。因为基督教会已经有2000年久的历史，这2000年来持续不断传讲这个信息，差派许许多的传道者到世界各地去传这个信了可以得到永恒生命的信息，拒绝的人一样还是非常多，并且更严重的是，有许多传道者因为传讲这样美好的信息遭遇到迫害的死亡。卢俊英牧师接着说，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上帝就是我们生命的主，依靠他必定会使我们的生命增添力量。传福音不要急，需要一段很长的时间，而最好传福音的方式就是实践圣经的教训。我经常告诉我的会友，伸出你的手，做你的手所能做的好事，这样就是在传福音了。我想这样的分享对我们来说是非常深刻的。而第二篇文章是最近因为武汉肺炎，从中国武汉当地教会所传出来的代祷信，其中武汉教会的牧师他这样说，这几天武汉肺炎几乎成了我的思想和生活的中心，总在看有没有新的消息，总在想家人和教会该如何面对。显而易见的，我们面临着信心的试炼。患难临到我们是上帝爱我们的一种方式，如保罗所言，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难道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然而靠着爱我们的主，在这一切的事上已经得胜有余了。因为我们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是有能，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这爱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的。他继续说，用今天的话说，武汉市的瘟疫也不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的。这话是何等的安慰我们，我们跟基督已经成为一体了，我们在他的苦难里有份，也在他的荣耀里有份。基督一切成了我们，我们一切也成了基督的。因此基督在这座城市里和我们一同面临瘟疫，瘟疫不能伤害他，也必不能伤害我们。若我们在瘟疫中死去，仍然是基督的见证，更是进入他荣耀的机会。所以弟兄姐妹，我鼓励你们靠基督的爱刚强。如果我们在瘟疫里更深的体验死亡，理解福音，也会更深的经历基督的爱，与上帝更加接近。
好像我们的主耶稣，他因信经历了残酷无比的死亡，上帝却使他从死里复活，使他坐在自己的右边。透过这两篇文章的分享，我们看见一个以上帝为第一要紧的人的信仰态度，他是怎么样的来面对生命。我们刚刚提到选择跟随上帝与自己活，好像是一个选择，事实上这不应该是一个选择，这是耶稣清楚明白的述说众以色列人明白的真理，那就是第一要紧的是说，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上帝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信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的阿爸天父，在整个世界十分恐慌的时刻，求你帮助我们有信心连结于你，让我们知道我们面对这一切的我们不了解不明白的挑战，我们该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为基督的名彰显上帝的恩典，不只是我们自己得福，也愿意我们的生命成为众人的祝福。谢谢你，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我们一起起立，以耶稣我到何处找你来回应。
当我们奉献的回应。希望大家能够在教会聚会的时候
分有安有几这样的消息。小会公告，我们2月16号，也就是下一个主日，联合圣餐礼拜结束以后呢，会召开会员合会。不晓得各位会员是否有一家拿一本合会手册，在我们的一楼入口处。另外，如果您没有那个当天确实有事无法来教会的话呢，也请事先向我们办公室请假。另外提醒大家，那个为了避免拿下得到的机会，当天不提供餐食，而且当天合会的时候呢，之前希望会友们尽量坐在3楼，以方便礼拜以后合会的进行。第二个消息是4月19号有一个洗礼学道班，请预约要受洗满的弟兄姐妹预约心向办公室报名，上课的时间详载在我们的周报。第三个讯息是我们全教会的培灵会，刚刚已经陈牧师有在正道的时候有特别提醒，请大家把8月22号、23号的时间能够欢迎参加哈，而且刚刚的那个影片也有介绍，所以详细的内容呢也请看周报。提醒大家培灵会的时候记得要带圣经。好，第四个消息。新庄部提醒，2020年宣教的园地在一楼已经更新了，请大家为教会所关心的传道人来代祷。今天下午两点，在我们一楼有牧羊人派会，欢迎各小组长同工一起来充电。第五个消息，我们的点宣短宣队在昨天开会的时候决议，这次暂停取消这个活动，也请大家继续关心这样子的事情。第六个讯息是黄永庆长老，还有李清朝弟兄，他们都高寿，安息主怀。永庆长老在昨天已经举行过告别式，清朝弟兄呢将在2月15号。举行告别式，请我们关心为家属关心代祷。陈昌明干事，他的父亲也是高寿了，享年94岁，也已经安息主怀，并且已经入殓树葬，请我们继续关心代祷。我们社区共餐的长辈林俊宏弟兄，他也安息。并于2月22号上午举行火化礼拜，中午12点半也是在五楼举行告别式，会后安置在平安殿。另外，郭英华姐妹也是我们儿童主日学的老师哦，她的妈妈温刘英华姐也是安息主怀，也是高寿，享年95岁。也是定于2月22号上午10点，在台中民族路长老教会举行告别式，请为以上的家属来做关心代祷。有好消息一则，林中华杰的女儿董彩薇姐妹喜获千金，愿神祝福新生儿在爱中成长。我们的主任牧师蔡维伦，这个主日会到南园教会主持圣餐礼拜，
主爱我们，以一个左手的爱心呢，也告诉大家说我爱你。愿亲爱阿爸天父的看顾，主耶稣恩典的怜悯，圣灵的大能大力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